可能啊！就来还边仔囝两个人，对光耀汽车感情真重嘞，甚至袂输过我啊！所以我认为无可能因为一个无爽快，都回到光耀汽车啊！那是陈良信该死人嘞！无得卡陈良信有得要报复来，超过伊出什么恶报，该洗脑啊！我是唔相信边仔囝两个人。一个单中心联手对咱家己公司创空。原本我嘛无会安尼想，啊，不过为造镇计划的土地挖出古洞开始，代志就一件一件连续发生，所以我无安尼想嘛袂用的。小莫，打电话我就来换。您拨的电话未开机。稍后再拨。因为边仔囝两个人关机嘞，公司拄到这么大的危机，无人是安尼应付不起。行，你管好记者。你们好啊，刚查出原因，车的爆冲跟直接干扰关系。吴骇客哦，陆信公司的生产线主机啊，伫个晶片顶管哦，植入了恶意的电脑病毒啊，开火车哦，伫个行驶过程中失控爆冲啦。主管部门人是伫创啥啊？哪会发生遐尼严重的问题？迄个电脑病毒哦，是为公司内部系统植入的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病毒是咱家己人藏的？七五公司的高阶主管有权限登入行三所的 computer system。虽然结果了无，这件代志确实是内心痛偌久。你先去处理啊！你一定要尽力，在上短时间内面解决 system 的安装问题。我知影。问题敢会出伫个其他的高阶主管迄边啊？周来发是毋是有一个孙啊？是志汉的同学，叫做周正恩，即马伫个大营。我唔对啊，因真要紧正恩这个囡仔，我当直接去平去找人啊。咱慢一脚步啊！周正恩叫其他的人转走啊，即马人咧到位，过来找。这都是消息，安尼就唔免问啊啦。一定是陈良信哦，甲周来焕讲好交我的条件，要趁咱资金周转有困难的时阵，甲咱磨倒啦。就伫个拄只，够三台光耀的车发生爆冲，加在车顶的人受到轻伤尔。现在问题是越来越大，咱袂当直接浪费时间，要马上召开记者会，主动宣布召回所有车。只有是你错误，才会当片面造成更加严重的伤害。召回所有车，你敢不知道这是一笔真大损失呢？我当然知影。啊！不过公司若是无爱较紧行动，但真正闹出人命的时阵，唔那是用心，还佫有光耀的企业形象会赔惨落，甚至佫要去面对你唔敢想的赔偿，还佫有损失。到时阵才想要机会，就真正白付啊！恁今日准备记者会，一定要让消费者感受到咱的诚意。哦。陈忠信真足苦的，为着要对付咱罗家，完全拢无去想到讲，敢会去影响到别人的性命。哥，这是最严重的犯罪呢，
就算更加困难，咱拢要找到证据，甲戴中学绳之以法。那当然啊，是啊。可是讲我有办法，会当为黑市盗鬼那边的电脑找，是不是都有法度，甲解密金钥来当咱找出来？我甲子安不会啦，不会奇怪。电脑上有可能藏的所在，就是子安咯。陈中心的办公室都是这个位置啊。伊陈中心交差伊阴天的个性，这么重要代志绝对无可能交予别人处理。上有可能的，就是藏在家己的电脑内底。我嘛是安尼想啊。只要会当抓到陈中心犯罪的证据，我绝对要甲伊搬起来。哥，你是拍算？我家己走黑市都几时做啊？安尼伤过危险嘛？迄个所在，之前我定来处处入入啊，所以是啥物款的状况，我嘛真了解。而且我是老家的大汉囝，这个责任我一定要担起来。那安尼我跟你做伙去。免啦，你甲志豪留伫个家搞支援，假使讲闹啥物状况，咱嘛有铁路通行。只有电脑拍开啊，有密码。你看，好，你的 USB 程式插在电脑内底。内底有云端操控的黑客程式，叫连线，我来当破开。哥，需要淡薄时间，你要较细腻的哦。我知啊。我这边的卫兵嘛同步啊！啊，伊的答案足多呢，伊的解密金钥到底藏在倒位啊？你放心，我叫陈世当筛选。是拢已经下班啦，是安怎你清洁车还阁停伫咧干爹办公室外口啊？内底有淡薄仔光呢，敢毋是干爹？唔对啊，那真正是伊，电话敢有随便开车行吧？家风，伊一定是怀疑光耀汽车的代志是跟爹爹变鬼，所以唔才冒险来找证据。今日人都要离开啊，哪会甲陈东前点仔讲啊有诶无诶？甘东伊是知影我伫遮，所以替我争取离开的时间。无可能拄则讲话讲遐尼大声啊！伊是伫甲我警告。副总，我已找到人了，你叫我讲起走。哥，赶紧下载档案，然后赶紧离开。好，我进门刚刚那走。哇，干爹啊，你真正是我自出世以来看过上够操控人心的人呢。你敢知影，我拄则真正差一点点啊，就搁要让你洗脑去。啊，不过好佳哉。我刚才我搁有你伫个，我用用想起来讲哦，你当初为着要报仇，所以你就派陈影来糟蹋我、侮辱我，
夺走我的钱币。哇，亲像你这款无人性的人哦，什么感情啊、亲情啊、爱情啊，这对于你来讲，拢只是甲你颠脚半手，妨害你复仇大业的物仔尔。我知道这件事对你来说造成很多痛苦，但如果是真正能够恢复单家的供应，所有的成果我根本可能会独吞。不管是把你跟小雨杀这堆，还是财产的分配，我早都安算好了，因为我很清楚我什么东西我都早不早。姐，我是替你跟小雨的未来在铺路，不过可惜这条路走一半，你们两个就给鬼砍去了。我这么用心计较，结果我得到的是啥？我得到的是心痛跟失望。我不敢问说你了解我是什么样的用心啦，我现在只希望说我们爸仔囝不能到最后你对我就像从万分这样，这样敢会用的？我也不想要这样啊，假如我对你的万分在我的心里生根不芽，那我的后半世人就像你一样永远都活在受恩当中。也不过哦，我还不想要像你这样做那种不正人的人，所以我才想说我若是可以，我尽量把你放好未记过我自己的日子，这样较好过啦。你都要离开了，你还在想这个？我只想你还不可以哦，哇，你怎么连这都要感谢我控制我啦？只听你现在这种口气说这种话啊，我的心情啊，不管怎样都一定会受到影响，应该是我自己想太多了。原本我想要把你最好的形象留在我的心里，现在看起来真的是机会不用说。哦，你这样不走啊？我答案太过大，倒下的速度又那么慢，拜托的拜托的，千万当别了工的。我说的话你不爱听，你洗翻头就要做你走，也不过我呢，你给我的伤害却在我的心里，想要背也背不离哦，就连我现在已经要离开重新过我的人生啊，我那阴影也是要对我一世人的。干爹，我说的话你不爱听，这样最好啊，我就要多说两句，因为不要让你好过就是我的目的啊。你现在公公这是可以怎样了？可以怎样？哦，我心情好而已。我跟小雨本来是认为说只要我们两个离开老家，那这样你就会受重伤，至少在短时间内你要应付老家应该比较吃力啦。也不过谁知道你损失我们两名大将了后，好像也是没要不紧的，稍微打一个家长而已，就让永兴集团走进到绝境。你正手迫害永兴的造证计划，倒手创空光耀汽车，哦，你真的是熬啦，熬干！原来啊，我跟小雨真的太过自大啊，把我自己看得太重了。哼，想不到你的口才这么好呢，看起来我真的不应该强迫你去嫁罗家峰啊，因为太过打算啊。我应该培养你啊，走政治这条路啊。以你的口才啊，以后在政界是商界，绝对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呢。你要我去插政治哦？你不谈袂见呢？我是什么出身啊？我高丽呢？我真正想无的，你即摆是咧自暴自弃安怎呀？你哪知你是什么款的出身？参我这个捡到你，对你亲生老母就连个咧破坏，我都唔知你什么出身啊？你会知道？